泡浴。那这次很高兴能够跟新农和在这些前辈大家一起到云林做这次的参访。那里面有一些景点我们之前都已经有先去过，但是这次能够特别先到农博园区，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谢谢主办单位能给我们这次的机会，谢谢大家。那这次的过程中我们会很认真的记录所有的事情，那如果有打扰到各位的流程跟活动的话，还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